你真的是那个很贵的 LPG 吗？它真的有用吗？先生，我看起来很像盘子吗？这个 LPG 已经红很久了，好吗？而且我跟你说哦，它有很多优点，精打细算你的，听了就知道一定要买。第一个优点，它无时无刻在家就可以变美，而且你知道吗？外面的医美中心有多难约？很难约吗？超级难约的，有时候下班来不及，然后有时候因为很累，你又不想去，而且重点是路途又遥远。你现在这个在家就可以用了，要不要用用看？而且可以针对你在意的部位，你像是脖子啊、肚子啊、腿啊、手臂啊这些的话，你都可以交换用。第二点，私密性高。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你在外面医美，有时候还会穿那个天使衣，有人会碰你的身体，哎，有时候你会不喜欢他触碰你的身体，要怎么办？你全身脱光光都没有关系，可以起码在帮你的背部，这样是不是安全又隐秘？第三个，大家最在意的是什么？费用。说外面一堂医美课程的话，如果你有在做的话，大概平均约莫在2-3千，每一个部位都要收一次的钱，而且还不能一直重复使用。一个礼拜的话，一次课程买下来都要好几万块。所以你看这个费用来讲，如果你在家每天使用，而且不止你可以用。哥哥姐姐、阿公阿嬷都可以做使用，因为它有很多种探头。你只要每天用，针对我自己在意的地方，一直用、一直用、一直用，完全比你在医美一堂课还要划算呢。有去健身房吗？对，我有买，我买。你有去吗？不一定。是不是？所以啊，这个就在你家，你看到它，你就没有借口，而且这个价钱换算下来绝对划算。而且我跟你讲哦，每天早6分钟就会很有感觉哦。